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明谦。今天指数下跌了18点，但是上市柜公司下跌的家数来到170家。我们讲坦白的，坦白说啊，今天很多投资朋友其实股票跌得很冤枉。今天呢、啊，其实真的跌得很冤枉。那为什么今天股票会跌？其实我跟大家讲过，其实目前行情是这样子，我们整体的行情它面临了很多的外在因素。内在因素是正所谓的大户条款，政府坚决不撤，这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嘛，他坚决不撤就是不撤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美股涨多 ，QE 跟零利率的退场，伊波拉病毒也是个变数，欧洲经济停滞而且衰退，这是2008年以来的首次哦。那欧债危机有可能是2.0哦，到现在都还没有，这个还没爆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跟大家讲。其实理论上来讲，美国股市已经连续涨两天，一天涨200多，一天涨100多点，道琼涨了300多点，台北股市还是跌啊。那我跟大家讲，现在第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其实我说实在，我说大家很多投资朋友今天股票跌很冤，真的很冤，因为这个政府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好，那可不可以不冤？我们就这样说，可不可以不冤啊？来，你仔细想想看哦。如果照这样子的情势发展下去，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荷包做打算嘛。你自己的荷包要自己做打算，你也知道政府是什么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已经好几年了，我们都习惯了。然后我跟大家讲，这个正所税的部分，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哦。因为来，我给你看，正所税是这样子，在台湾你做股票的话，你要苛征一个1/1000，就是0.3%的证交税，然后还要加苛2%的补充保费，那大户还要多缴正所税，然后股利并入所得税，税率高达45%，那股利扣额还减半。来，我跟大家讲，过去下面这四个都没有，过去只有第一个。那为什么现在后面多了四个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现在后面多了四个？因为台湾经济不好，税收短缺，所以呢要跟你课税，要再加税。那如果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，明年会更惨。那更惨的话，来告诉你会有第六个、第七个出来。做股票哦，不止磕85%哦，到明年我看是第六个、第七个、第八个都出来了。反正你只要一做股票，就是8%。现在先8%，5%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成交量说正所税、正交税一定会减少嘛？那正交税再减少的话，拍谁？第六个、第七个、第八个都出来了。你信不信？那你说股票怎么会涨啊？这不可能会涨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跟大家讲，外在的因素是这样，还有后面的这个都还没来哦。美国股市涨多是还没压回哦，欧债是还没有发生事情哦，就已经跌成这样哦。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当然，我说要避开风险扩大获利嘛，避开风险扩大获利。我说我们等的就像巴菲特。来等一个低阶的一个机会，那怎么样才会有低阶的机会？至少在下跌过程当中，我们要避开风险，扩大获利嘛。对，避开风险，扩大获利。大力光300块赚300块，硕和赚56，新象赚29，力旺赚34，维生赚56，印华赚10块。上个礼拜五，我还送大家。高价跟中价的避闪股共12档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我送给大家了，高价跟中价的避闪股，总共有6档高价股，6档中价股，总共12档避闪股。今天指数小跌18点，这12档，抱歉，全部重挫躺平，全部重挫躺平。12档里面，这一档跌停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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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档跌停。这档跌停，这档锁的超死，重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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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2档里面，8档躺平锁死，没有躺平的也都跌6%。来，我跟大家讲，你要为自己荷包打量啊！真的，你要为自己荷包打量啊！这是未来的变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变数。今天我说今天很冤啊，因为今天后面的都没事啊，美国还涨啊，美国涨我们还跌啊。跌就算了，还跌170家跌停板，这是现在给你课的税哦，未来只会更多而已哦，因为我们台湾经济不好嘛，对不对？
那证交税、证券交易所的税如果太少，以后再加税哦。你做股票可能要八七成比，八八成比。哦，那所以短线上呢，我就跟大家讲嘛，来，大力光放空，二二六空，对不对？二二六空，跳水，跌停，跌停获利续报。你要去想哦，如果你买大力光。你买进去之后，假设你是买大力光，它天天有低点哦，你是天天都赔钱哦。但是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放空大力光，而它是天天有低点，哦，你是天天都赚钱。今天是1950，好，今天是1950，到今天是多少？2265，好，到1950，这样子，300块。对不对？300块钱空单续报，好，大力光300块，对不对？硕和56，来，这我都没有跟大家盖牌，56块钱，518521空，对不对？518521空，硕和518521，对不对？跌停板，跌停板，跌停获利续报，对不对？还是会反弹啊，反弹上来继续空啊，对不对？反弹上来继续给它空。这是上个礼拜，对不对？今天收回多少？458，收盘465，以收盘价计算，赚56块，赚56块钱。很多人说，哎，那如果说有一些比较高的股票，那先前像大力光、像硕和，而是大力光2250、2260，当时没空到，那还有没有什么股票在最近还有往下大空间呢？我就跟你说啊。这是二档中价跟高价，这是全新的哦。好，到目前找出来往下空间还很大的，来继续看了、哦。这是维生，对不对？维生343块，343块放空嘛，对不对？338、340空啊，收盘343啊。你要想见一件事情啊，股票市场会跌，它一定有很多因素在里面、啊、那现在看起来，好、哦、要往下跌。现在大，你说如果大户不做，那散户怎么做？那维生股价这么高，大户不买，散户怎么做？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到上个礼拜五是300，今天是286块半，跌停锁起来。这是在美国股市大涨的情况哦，美国股市大涨哦。礼拜四美国股市涨200多点，礼拜五又涨100多点哦，都可以这样子喽。这是美国股市连续两个交易日涨300多点的结果，可以杀霸威量哦。那如果美国股市因为已经涨好几天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哪一天它下跌个200点，也不严重，因为它涨很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会继续跌吗？对啊，你怎么这么聪明？就是会继续跌啊！你看星象，10月20，16163空。星象16163放空，对不对？16163，时间还是163，做多赔钱，但是你可以赚钱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你进去买赔14块，按你进去空赚14块，而且不止哦，对不对？而且不止哦，躺平。对不对？躺平啊，来看一下，它是刚刚开始跌而已哦。我说你现在要找什么？你现在要找那一种刚好这里掉下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涨很多这样掉下来，就像什么3498这个嘛，对不对？阳城，你要找这个位置的阳城嘛，对，你要找这个位置的阳城，这样子下来，哎，你不要看阳城这样，哎，天天跌呢，到今天是多少？今天是又跌了，这里是连续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它都跌停板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要找什么？找这个位置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来，是不是刚下来？啊，这样才刚下来哦，才刚下来一点点哦，才刚下来一点点，就这样子，30块，接近30块啊。力旺刚那个维生刚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2231也是刚刚啊，是不是第二个高点空在这里嘛？啊，这样下来，哎，拍水，这样子就56块喽。啊，老师，力旺是哪一支？力旺这一支，
好，就拍谁？来，立冠，10月20，对不对？334、337该放空吗？立旺10月20，334、337卷空，空下去掉下来，再小跌，躺平，这都是刚刚开始跌了，这是刚刚开始跌了嘞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就这样子，躺平，跌停锁死。34块，那我们简单加一下，简单加一下，我就这样简单加一下。如果你买大力光，你可能赔掉300块；如果你买硕和，可能赔掉56；如果你买新象，可能赔29；买力旺赔34；买回生赔56。但是你可以不用赔，你也可以进场放空。对，大力光空赚315，硕和56，新象29.5，力旺、维生、应华。拍谁？这样加起来超过500块。那你会问我说：“那现在行情止稳了没有？”你自己看呢？你觉得止稳了没有？我们的财政部长说：“跟那没关系啊。”他说：“大户条款没关系啊。”立法委员说：“联署，说没人要签署啊。”那这只是第一个哦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个只是第一个哦。这个目前只是在跌这个而已哦，这是安尼尔哈，那这个是还没有出来哦。那万一哪一天美国股市如果震荡，如果压回，如果跌300点也不多啊，最近两天就涨300点了，那你说台北股市会到哪里？那我再问你，照这个下去，未来做股票不止85%哦，未来做股票可能86%、87%、88%哦，哦，就莫名其妙都会来哦。那以后8这么多%，我请问你，你现在要不要做多？都被害都被要给害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问我说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就跟你说，做法很清楚。巴菲特只有一个，怎么成为股神？好，做多成为股神。但是做多不是每一天都做多，做多是什么？等到暴跌重挫之后再进场做多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好，放空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，这些都没盖啊，对不对？都摆明就跟你说啊。好，那上个礼拜我再送大家高价与中价必闪的股票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说啊，那个大力光现在也掉那么多了，对不对？也没掉很多啦，好，也才刚破2000而已，对不对？硕和哦，你们都赚那么多，对，你应该说像我们都赚那么多，那有没有刚刚开始要避开的？要避开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做分享的，好，这是送给大家的，好，12档必闪股。12档里面，今天这一档跌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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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档跌停。你知道上个礼拜有空的，今天全部都赚7%，8档赚7%，而且跌停锁死。那这个没有跌停的，哦，也是重挫6%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说这里面有一档什么？有一档像阳城的吧？哦，我说阳城是什么股票？阳城是去年赚很多钱。今年第一季赚的比较少，啊，今年第二季赔钱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三季还没出来就已经跌成这样了。那有没有这个位置的阳城？为什么说这个位置阳城？阳城是去年赚很多钱，第一季赚取，今年第一季赚钱，第二季赔钱嘛？这家也是啊。去年赚很多钱，今年第一季赚钱，今年第二季赔钱，就是类似这个位置的感觉嘛。对不对？我说这一档也在里面啊，这一档也在里面啊，对不对？这10月23嘛，来10月23，阿康了，今天收割躺平跌停躺平，高点第一支跌停，第一支哦，你去看一下阳城到现在几支涨停。8076，你看一下这五峰已经跌掉几根了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这股票怎么跌，你要现在去找类似这个位置。啊，它现在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看这样子是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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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天天跌哦。那有没有这个位置的？对吧？应该是这样说吧。来，这是2档必闪股。好，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次。好，中价跟高价必闪股。好，不必参加会员。好，这个送给你，希望你不要有。好，
你要放空那更好，因为我认为这个跌停板哦，好，可能五只都不嫌多啊，而且第一年对不对？好，从我送你的这一天开始算，好，我希望什么？我希望你能够累积一些实力，累积一些财富，等到整个大盘未来真的是比较安稳的低点，国际股市变数也过了，那很多个股真的有跌到了，我们再进场去接，再进场去接。但是在这个之前，好，在个股重挫之前，你不能进场啊！你在半路进去，你就不是股神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是二档必闪的股票，你接啊，赶快跑！好，今天再跟大家做一次的分享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阶段再回来。等一下哦，喂，为什么最近公司通讯死角这么多啊？没办法啊，基地台又被拆了。妈，什么事啊？宝贝去修基地台，药没带，手机又没通，我快担心死了。灾区通讯设备严重受创，各家电信业者正在积极抢修当中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手机都打不通，我跟妈都快担心死了。爸，基地台电磁波危不危险啊？我们的基地台都符合国际和国家的安全标准，安心啦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消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可以重复，拥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资讯，轻松致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前景投顾顶级服务，支付专线02-2772-6855，2772-6855。人生不外乎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温饱，投资理财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。前景投顾聚集股市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，结合心理、筹码、产业、技术各个面向，在瞬息万变的股海中，带领各位杀出重围，获利致富。随缘前景，前程似锦。速拨服务专线02-2772-6855，2772-6855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消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可以重复，拥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资讯，轻松致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前景投顾顶级服务，支付专线02-2772-6855，2772-6855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喙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猪进够好。爸爸，欧派清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清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今天很多股票跌停板，好，但是你可以去想一下，我先前就跟大家讲，其实如果说行情真的很不确定、很不稳，那我们是不是放空避险，对不对？放空是避险，那你到今天来看，对不对？先避开风险，顺便还可以扩大获利啊，避开风险还可以扩大获利。今天很多股票跌停板，但如果你手中空单跌停板会怎么样？好，你会很开心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手中空单跌停板，我说实在的，你要给自己拍拍手啊。给自己拍拍手啊！你哪叫厉害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人家在做多，你可能买大力光可能会赔钱，而且你赔钱心情会很差，每天看到股票你会很讨厌，对不对？打开电视你心情会不好。但是问题是换个角度嘞，对不对？大力光放空，我一直都跟大家讲，我这都没有遮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力光多少？今天大力光多少？3008。好，来看。1950，来，请问是不是天天跌？啊，真的 啊，他每天都在跌啊，那为什么我要去买？当然不买，他每天都在跌，我为什么要去买？当然不买啊。那不买的话就不会赔嘛，也不会赚啊。但是你放空呢，赚300块，放空赚300块，真的、啊，这我没跟大家遮啊，对不对？另外就是要硕和啊，我也没跟大家遮嘛，硕和啊。对，今天硕和多少？3691哈，是不是近期最低点？没错啊，它是近期最低点了，几乎收最低嘛。
在近期最低点啦、啊。那3529利旺，利旺刚弹起来哦，这空下去跌停板锁起来，对不对？这是刚刚开始而已啊。对，2231维生，没有错吧？3293 Conergy 一定会中，为什么？因为都选过了。好，这不是乱空的哦，都选过了。好，来这样加起来500块，500块，那还会不会再有？你继续看嘛。印华，来看一下这印华，印华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印华，先跑先赢，不要做独行侠。这个跟400多块钱的什么？跟400多块钱当时跟大家讲的，好，那个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印华，对不对？放空。856861放空，对不对？印华856861放空，空完掉下来，掉下来之后呢，又反弹。哎，老师又88了。哎，奇怪，空啊，空86对不对？空86嘛。哎，奇怪，怎么又涨上来？涨上来，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拍死，继续空。好，手中没有空单的886889挂空了。好，管他的，就是在空，空下去呢，跳水。礼拜四，今天跌停，来5392，是吧？收在最低点，即将跌破盘整区间。哎，这是最高的，就是弹起来的这个点位空下去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是不是跌停板？这跌停板78块嘛，啊，我们空在86、88嘛，这样是不是赚10块？没有错嘛，赚10块，这样子啊。啊，问题是它只是这样子而已啊。只是刚刚跌破这盘整区间，大量在这里嘛，没有错啊。所以我说你现在要找什么？啊，这个啊，今天扣讯都是跌停板续报，对不对？然后跌停板续报，打底板跌停。那我跟大家讲啊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，你在想说政府会不会出手？我跟你讲，政府出手也怪怪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政府弄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他说要给你课这大户条款，我是想不懂什么叫大户条款的、啊。我只知道他如果苛征不到正交税，未来会跟你再加税啦。那这个叫什么东西呢？这叫恶性循环，会越苛越多税之外啊，股票不是在跌吗？他会用什么？他会进场护盘，用你的钱护盘哦。哦，不然你有关机哪里来？退休金嘛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劳退基金呢？给你护盘。啊，万一美国股市真的跌了，啊，你割路西，哎，自己杀自己一刀就算了。啊，政府还拿基金来护盘，护了之后如果又跌，哇，欸、你不想赔钱都不行哦、喔。欸，我说真的、喔，你不想做股票也不行哦、喔。我问你，我不做股票可不可以？我没跟着，我没松着，没跟着，好不好？你没跟着没关系哦、喔。他未来会给你加税，因为他扣不到正交税嘛。扣不到正交税以后就是可以加税，因为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原本都没有啊。2345是哪里来的？就是因为。税收短缺嘛，所以从做股票的人身上磕嘛。那未来呢？如果磕不到正交税，好啊，政府复盘又赔钱啊，这些特懂啊，要从你身上又要再加税。哎、欸，你不做股票，但是他拿国安基金去复盘，啊，复盘之后如果没有涨，阿哥抓起来，阿哥撩起，阿打龙撩起，啊，怎么办？你只有一个方式，你就是要保护自己。反正你就是要保护自己，你只有这样子能够保护自己，不然怎么办？不然能够怎么样？你真的要跟他拼吗？你真的觉得你的心声政府听到了吗？对不对？当然是要避开风险，等什么？等到下来才能够当股神啊！对，能够当股神，那你就会问啊。很多人打电话来，电话非常多，大家都会问。那有没有刚刚开始要跌的？我说有，12档。你讲这没跟你算哦，这赚了500块啊，对不对？超过500，如果所有的都只算一笔的话，就是500块超过。如果第二笔、第三笔加下去就不止，对不对？如果只空一次，啊，问题是不止空一次嘛，就超过500块嘛。好，高价跟中价股12档必闪，上个礼拜我送给大家了，你一定要闪，因为跌停板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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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跌停板，而且不止一只。那我说这里面还有谁？这里面还有类似阳城的。类似阳城的，简单讲，阳城第二，好不好？这支嘛，融资最高嘛，康瑞嘛，射起来嘛，跌停续爆，没错吧？
来，二档高价跟中价避产股，今天好不必参加会员，今天免费跟大家做分享，好，免费跟大家做分享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希望低点到的时候，你能够有更多钱来买股票，这些股票好一定要避开，还可以进场放空，等到低点到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进场做多，祝你明天操作顺利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妹妹啊，去洗碗咯。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，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，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？ CEDO 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，我可以当科学家，我可以做工程师，我甚至可以开飞机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， CEDO 促进性别平等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消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可以重复，拥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资讯，轻松致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前景投顾顶级服务，致富专线02-2772-6855，2772-6855。人生不外乎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温饱，投资理财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。前景投顾聚集股市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，结合心理、筹码、产业、技术各个面向，在瞬息万变的股海中，带领各位杀出重围，获利致富。结缘前景，前程似锦。速拨服务专线02-2772-6855，2772-6855。轰天雷买一送三，感恩回馈大放送，即日起参加轰天雷终极实务班专案，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观盘技巧，逐步掌握操盘精要，了解更多请速拨02-2365-3255。你等一下哦。喂，为什么最近公司通讯死角这么多啊？没办法，基地台又被拆了。妈，什么事？